是啊，可我突然想起你说过的话了。什么话？就是你说坏人也分好分辨的和不好分辨的。卢卡，实际上伤不了我什么，最多恶心我一下，是那种好分辨的坏人。而不好分辨的坏人，我觉得我老板就是那样的人。他对你做了什么吗？目前倒是没什么，只是听了一些他的八卦。算了，希望是我多想了吧。如果你觉得他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，记得告诉我。大人的世界复杂着呢，告诉你你也帮不了我什么。我至少可以帮你出主意，总比你一个人承受要好，对吧？也是。你呀，慢点长大。太早知道成年人的游戏规则，只会让你觉得这个世界很糟糕。走吧，去吃饭。是吗？可我一直活在糟糕的世界里。